掂？睇嚟掂唔掂？欢迎大家来到越讲越掂。三个唱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庭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请了我们越讲越掂大家庭的两位老师，一位是丹姐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，一位是俊宇哥。喂，講到家庭呢家嘢嘅話，我覺得家庭和睦我硬噶啦，所以周時我個亨利都叫我小心肝兒。小心肝兒，大爆料！頭先我喺裏邊化妝間聽佢打電話，佢點樣叫佢老婆？你知唔知啊？佢點樣叫咧？佢叫小心啲，小心啲，佢叫做衰婆啊！咩啊？即係原話係衰婆，你小心啲。冇錯啦，或者係小心啲啊，衰婆。真係咁嘅人嚟喎。所以話咧。即係唔同嘅呢啲語言咧，唔同嘅節奏或者唔同嘅情緒，就帶咗唔同嘅嘢嘅嚇。比如嗱，好似阿丹姐，佢同佢嘅亨利話：四佬，今晚早啲翻啊！咁就變咗擺明就鬧啤佢啦。四佬，今晚早啲翻啊！我哋一齊宵夜嚇。係啊，不能兩個講法唔同噶嘛。但是其實我有個問題哈，其實這個。衰这个词，衰过衰，在普通话里面其实不好的，是吗？但是在广东话里面，好像用在不同的语境，唔系啊嘛，呢个衰系有啲唔同嘅意思。广州话点样用又好嘅咧？比如说哈，呢个人真系衰啊，真系，对，好像就发嗲一样。咁啊，就头先阿俊宇讲嗰啲咯，即系个语气唔同。系咯，咁老实讲句啊，你个字系衰啫，你用咩语气唔同讲啊，个字都会变噶啦。阿丹爷，你用你认为点讲都正嘅语气讲啲好狠毒嘅词你？點解你仲未死嘅？哦，我死唔死咪睇你咯。我要整死你！幾狠毒啊！你喺你手上有何妨？你睇佢幾耐？你睇下。明白。廣東話這樣子叫什麼？就是男女之間啊，這樣子叫賤，叫賤。對，係咩？係啊，咁仲賤啊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好多咧，就關於屋企啲叔伯兄弟啊、姨媽姑爹啊啲稱呼啊啲咁嘅用語㗎嚇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請兩位老師上座。啊，恩主啊 ，OK， 睇住我。事不宜遲，馬上請出今日嘅第一位學員，哇，巨星駕到。是咪？系啊，最近頻頻有巨星啊，即係真係假咧，就要佢出嚟，我哋近距離睇。怪不得我說我一進來的時候就覺得好像。很多保安是吧？啊，對對對對對。沒有，那是因為要領我的啊。哦。這位巨星還是蠻低調的哈。那我們就先不說他的名字好不好？到底是誰？有請。歌手三啊，其實啊係廣州呢個地方俾咗好多機會我咯。廣東係一個好有包容性嘅地方。啱啱嚟廣州嗰時咧，好似去到另外一個國家咁樣，完全唔知道行嚟行去嗰啲係講緊乜嘢嘅。可能喺呢度時間長咗啦啩，慢慢都中意呢度嘅飲食同埋呢度嘅嗰啲 feel。都是啱我的其實去咗咁多地方啦，無論去到邊度都會掛住翻到廣州呢個地方咯。我相信我嘅廣東話都會越講越好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心啊！多謝多謝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嘉克。欢迎！哎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是我们亚洲第一模仿杰克隽逸的嘎哈。嚇，佢模仿㗎？你知唔知㗎？哇！嚇，我咁樣嘅，我出嚟，如果幾乎拜你咁睇，你而家先話你假嘅嚇。啊！如果話你覺得我係真嘅咧，咁就係真嘅啦。哇！係，哦，即係你模仿佢嘅。啊，咁係。但是我知唔知你邊忽最似佢啊？邊個地方啊？哦，邊度都似啊？唔係啊，呢忽最似啊，嗱呢忽啊，係。呢忽，我是覺得他比杰克隽逸要漂亮啦。是嘛？身材又好。我唔係好敢講啲咁嘅嘢。你就係咁樣成日為咗現場討好啲節目嘉賓。唔係真係。不惜得罪啲更加大嘅節目嘉賓。但我真係見過佢㗎嘛。係嘛？哦，佢好。其實好多好多地方唱歌嗰時咧，都係話哇。都是你嗰種講法，係咪？又話係，就係咯，真係真係，係咪？係咪？另外一個更不要臉的，主要是我
是觉得哈，既然被称为亚洲第一捷克隽逸模仿秀的人，那你走出街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？会。比如说，比如说而家化啲妆啊，咁样会食嘢嗰时咧，人哋就会慢慢咁样讨论紧，系咪佢啫？喂，系咪啫？系啊，我好憎呢啲，系咪啫？湿湿湿咁。系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直接过嚟打招呼。我家姐已经做啦。哎呀，志哥，我好揾你啦。哦，系咁嘅。其实对待阮星航都一样嘅，你唔好喺旁边自浸浸咁，直接扑埋嚟揽。扑埋你，我讲唔得，讲唔得。只要你年纪咧系低过三十岁以下，丹姐你系例外嘅，丹姐。咁又唔得，我而家会扑埋嚟打你啊。系。唔系，我想问咧，你模仿呢个吉克进入咧，好唔好揾食啊？其實咧，我唱歌咧就係唱咗，今年係第十年。對我嚟講，其實除咗唱歌，我真係唔知道我可以做乜嘢。嗯，呢個就係我嘅。係追求音樂嘅。係就係我嘅生活。哦，錢多錢少冇問題。你追求生活，你唱自己啲歌咧，唱人啲歌做咩？咁依家係冇呢個條件啊。哦。所以咧，希望你通過呢個節目，可以更加多嘅朋友識得我。其實你。我起碼紅三個 level 可能其實咧，我想講咧係好多時候你哋睇到嘅，其實係我。咁啊，等我考埋佢，你哋先平頭餅粥咯，好嘛？嚟咯，計時開始。新抱係邊個？媳婦。啱嘅。家公。公公。啱嘅。家嫂。嫂子，大嫂。家嫂。家嫂。呢個錯。家婆咧？婆婆咩啊？婆婆错嘅，婆婆我唔知道你边种婆婆噶喎。婆婆，我们普通话叫婆婆，就是老公的妈妈。哦，那就对了。嗯，拉叔。拉叔啊？钉咗啦，系唔使过。我钉咗。答对三题。心抱同家嫂其实系同一人嚟，唔同有一样又唔同。佢到底系边个叫吓？如果你作为奶奶叫翻咧就叫家嫂，但係新抱嘅話咧，可以人哋講啊呢個係阿丹姐嘅新抱，但你冇理由話呢個係丹姐嘅家嫂就唔得，即係第二人稱同第三人稱係啦係啦，呢個絕對唔得嘅。頭先問佢咧就家婆，他說婆婆婆婆，我哋廣州人第一時間感覺就是媽媽的媽媽嘛。我們是普通話，就是老公的老公的媽媽，老公的媽媽。其實你是理解了哪個意思的？老公的媽媽。哦，那就是對的。三個。嚟打個分啦！我覺得佢咁聰明咧，佢今日贏緊嘅，所以咧俾咁多分佢都冇用。撳低佢就一千算啦。我咁咪太低。好啦，一口價點啊？千三啊！千三啊！好啦，俾千三啊！千三。好，多謝多謝，恭喜拿出一千分，努力，謝謝。恭喜晶晶。聽講韓老師又大老遠的來了，我就唔明白。點解佢聽又聽唔明？唔係佢雖然係好好學，同埋好心心不憤，上次輸咗，但係佢就算嚟多十次，佢都仲係輸。但是上一次他成績是第二名，他想拿第一。哦，那好了，好，看他有沒有進步了。我們的韓老師，韓中。廣東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广东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又来咯。上一次参加《月光雨的》节目，更加激发了我对广东话的兴趣。今天我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，一边参观，一边和广东嘅朋友交流，学习广东话。星星之我可以燎原，了不起啊！好好好好。哦，浙江人，农民运动广杂所，狗急，狗急就是就职，就职。一不斗，一不头，升官，一不图发财。毛泽东认真风范，土皮急。今天来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明天在与公益的节目，我要挑战自己，拿第一。飞过。
了不得了。谢谢，谢谢韩老师的精彩演绎，谢谢。韩老师，唱歌你就没得顶了，嗯，但是来到这，你还是一个初哥。初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初来报道，要好好学习的哥哥。小哥，哦 ，OK。嗯，好长，好长，好长。OK， 我们先来和学习一下啊，来了不？好，第一个爱母乸，母郎，母郎，母郎乸哇，丈母娘，系咪？哇！咁后底乸咧？后郎，后娘。哇，好厉害哟！不会吧？对了，郎啊，后仔爷，两仔爷咧？两仔爷，两仔爷，两仔爷。靓仔，靓仔爷，你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靓仔的爹，错嘅，白爷公，白爷公，你呢个白爷公，别人孩子的爹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白爷公。什么叫别人孩子的爹？别人白爷公呐，啊，公就是爹嘛，啊，没有啊，白爷公就是老头的意思。哦，老头哦，对啊，老公公，你过多几十年就是一个白夜公了。嗯，好，哎，那也勉强有进步，竟然识外母乸同后底乸，系咯？你怎么这个逻辑是怎么转过来的呢？系啊，系咩啫？外母啊，外母，母郎啊是岳母啊，啊岳母，外母嘛，啊外人的岳母嘛，哦。系噶系噶系噶，系噶系噶系噶，猜的，果然是唱的比说的还好听啊！来，两位老师，上一次都已经去到千五分嘅啦，嗯，家阵时如果低过千五分嘅话，绝对就唔俾单谢面嘅啫。嗱，你啊，而家识做啦，个人吓，挑通眼眉啦。哎呀，系咯，单谢点解咁巧嘅咧？嗰期你又喺度。佢又喺度，呢期佢又喺度，你又喺度，你都偶像喺度咧，佢就一定喺度噶啦。咪咯，有偶像嘅地方就有我噶啦，有我地方就有偶像。今日代得偶像多唔多啊？代咗好多都，日日啊，咁啊都系千五分啦嚇。恭喜韩老师，多谢，学习，多谢，接着学习。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期节目都是明星脸？哦，对，系不？前面两个都是。对。接下来这位不知道是什么脸，听说是一位美女学霸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，美女学霸这个很厉害啊！对，来有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宋思文雅。好，我是宋思文雅，现在是暨大新闻系研究生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啊，我就随着爸妈从老家山东移居到咱们的南方来。这不仅仅让我感受到了气候上的变化、文化上的变化，同时语言上也让我感受到了全新的挑战。其实啊，我平常也喜欢学习和模仿各地方言，也很注意和广东的同学用粤语来交流。普通话，胡说八道。粤语云拉表碎，普通话七上八下，粤语扫五扫漏。其实啊，粤语张开嘴就很简单。点解你名咁怪嘅？叫宋思文雅。因为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够既斯文又文雅，所以取名。叫宋思文雅，思文就自然就文雅噶啦，怕重名。系啊，你爸爸妈妈咁鬼啰嗦嘅。系咯，我知怕重名，所以起四个字的。系咯，听讲咧，佢都有一个同学系明星嚟噶。康天庥，系我班同学嚟噶。你康天庥嘅同学？系。康天庥咁细个嘅啫咩？等等先，爆下佢个料啊！听讲佢今晚应该唔喺度啩？啊，成日唔理翻学噶。哦。因為到一拍戲嗰啲都係唔會翻學噶啦，唔係佢人，我哋唔想知佢翻唔翻學呢啲係嘛？一睇佢就無心向學噶啦，即係佢個人咧花唔花心啊，多唔多溝女啊咁樣。唔使問啦，你都知。唔使問係冇定咩啊？你知噶啦，唔使我講。咁你同佢係同學關係？係啊，呢個係嘅。咁你有冇少少會中意佢咧？點解唔中意佢咧？康天幾好嘅男仔啊，佢又靚仔，一時瘦噶。哦，佢
佢大一啦。你不喜欢一下胖一下瘦的男生？他很厉害的，就是大一的时候非常瘦，大二就吹起来了，大三又瘦了，大四又吹起来了。咁你有冇问佢其实系咪有病咧？佢啊，他是气球吧？太多了佢。我覺得佢完全係暗戀啊天佑，天佑咁留意啊！佢咪咯，有知人哋大一瘦，大二肥，大三瘦，大四肥。因為我同佢同班同學嚟。那你這次來同班同學，你都唔會認得㗎。嚇！你這次來目的是什麼？嗯，係咪揾佢啊？唔係。做乜揾佢啫？學校佢。嚟睇明星嚟㗎。哦，嚟看明星㗎。唔係我見你資料度寫咧，你係呢個學生會藝術團嘅團長嚟㗎。係啊係啊。學生會藝術團做啲咩嘅咧？要。我哋係。联系了广东各高校的艺术团，讲广州话唔该。广东各大学院的艺术团，我哋一齐去各个地方啦慰问演出，系啦，哦，去慰问演出添啊，系啊系啊。咁康天庥肯唔肯慰问演出，但系唔收钱咁噶？要请佢先喎，同佢倾下先喎。哦，即系未试过系嘛？系啊，即系衰仔，等我翻嚟。好啦，咁快問快答咯，好冇？好，睇下啲廣州話詞彙你識幾多個？好，準備出世。出生。啱嘅。家私。家具。啱嘅。口中。漱口的杯子。啱嘅。雞毛手。雞毛掸子。啱嘅。番梘。嗯。肥皂。哇塞。啱嘅。海報。海報啊。台布啊，不是这样讲，是桌子上铺的布。啱嘅。哇塞！最后呢个啱埋俾满分你，火牛系乜嘢？唔知喎，火牛啊，有啲难。呢个唔知情有可原，哇，好犀利喎！我想问问我哋嘅呢个参赛呢个靓女啊，刘伯，你知唔知咩叫捉虫啊？捉虫唔知啊。蛀虫？咪喺啲捉到嗰啲虫咯，系嘛？其实咧，即系你而家。表現得咁淋漓盡致就叫捉蟲啦！喺兩個評委面前，你扮到啲掂曬，咁你點同我哋啲明星去 P 啊？唔係啊，我俾咁多分你做咩？怎麼跟我們的初哥初姐們 P？ 你哋兩個妒忌？我懷疑啊，天佑偷嗰啲題目俾佢睇過。哦，會㗎，應該係啊，冇理由知咁多嘅。係啊係啊，火牛係咩意思啊？補習一下，變壓器啦，變壓器，嗯，哦，火牛。其實呢，宋思文雅呢是很有才華的女孩子，得啦，減多百分添啦，咁就有才華啊嘛。啊，怎麼減分啊？那我還說不說你的 quality 啊？因為呢度喺呢個場咧，就係才華越高就分數越低。係咁㗎，同埋佢喺廣州成十年咁耐喎，咪識咁多廣東人。再問多個問題你，天佑富圍幾多啊？啊唔知喎，咁你知佢又曾經又吹漲，一陣又俾佢吹唔漲咁，點算啊？你嚟打分。好啦，天二，幫唔到你啦。好有才華，即係話你。對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繼續努力啦。排位啦，謝謝，謝謝。好啦，最後一個，呢個犀利啊！呢個，這個又是奇葩嚟嘅。係啊，呢個奇葩嚇，南文老狗做啲咁嘅嘢，你話就係有啲怪嘢嘅真。有啲怪，唔敢盲目。教肚皮舞的，大家都想到什麼？都是一些美女老師，對不對？可他是一位美男子。哦。掌聲有請肚皮舞老師。大家好，我是孙俊焕，我是一名黑龙江人，同时呢，我是一名肚皮舞老师。其实呢，我来了广州呢，已经有很久的一段时间了。在最开始学广州话的时候呢，其实蛮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的，因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知道我不会讲广州话的，
所以说他就会教我们，比如说是啊雷猴啦，雷谁做饭没啊，每天都会教我一句的。嗯，我觉得呢广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，在广州呢有着各行各业的人，嗯，每个人呢都很亲切。雷谁上菜，三个仔，谁剩菜，三个仔，三个仔，对啦，国仔啦。其实现在想想，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来到广东这边这么远，现在生活的倒是蛮习惯的，我蛮喜欢留在广州生活。好皮帽啊，系啊，好皮咧，哎，我那个风格咧系 ATS American Tribal Style， 美国的风格，美国部落风。部落风格，好皮帽有咁多分类嘅咩？系啊，还有什么风格？时常经常睇嗰啲叫做咩？市场嘅系阿拉伯，可能是埃及，埃及，埃及嘅，埃及，包括土耳其。咁你有冇同啲肚皮舞嘅学生搞翻下师生恋啊？咁样啊？你估一下啦。吓，我估计有啦。系咪有很多学生写情书给？冇恋都有一首啦。冇噶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我最希望看到一个人跳。我们的韩老师。韩老师，你这个有点，这个要求有点过分。真的、哦，韩老师，如果那敢不敢挑战韩老师？如果你看到没有？有请韩老师。好，走，呼，呼，呼，大家掌声在哪里？鼓一下，鼓励一下韩老师啊！呼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！好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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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！我实在系顶唔住啦，谢谢你，韩老师。感觉怎样，韩老师？没有衣服，有衣服就好了。对，都比我的衣服。没有，你把红色衣服一脱，肚皮就出来了。对呀。好了，咁啊，我哋阿甄嬛系嘛？嬛系。来了，考试开始了。好。好的。锅盖。锅盖，啱嘅。竹席，竹两席，啱嘅。衣车，唔知。地毡，夹万，唔知。哇！你咁鬼高开低走。花樽，花瓶，啱嘅。缩骨遮，伞。啊，那种折叠伞，啱嘅，哇，相当不错。没啦，冇啦，问晒啦。啊哦，四道题目，回答正确。真系唔错啊，好犀利啊。我净系睇佢好似缝嗰条腰都缝到我眼都花埋啊。即本来咧，一般嚟讲，我呢个位咧睇唔到呢个选手出场嘅，因为有部机喺度。但系你啱啱喺部机度呢度缝下出嚟，嗰边又缝下出嚟，啱啱就睇晒两边，所以咧我睇到个全相啦，所以我俾高分噶。几多分啊？天冇啦，萬三，萬三係冇可能嘅，千三，佢俾得千三你就話好高啊！丹姐同意嗎？咁我都要尊重啲評委嘅，你尊重啲有肚皮嘅，係啦，佢肚又大過你，個等又大過你，係，咁我唯有尊重佢俾千三分你啦，唔緊要㗎，我見你廣東話講得咁好，一間你一定追到嘅。好好，1300分，緩緩請就坐。咁我哋今日四位學員全部到步，呢個時候要即將進行我哋第一 round 嘅考試。識少少扮代表，識少少扮代表。選手答題前先壓100至500分，答對題目可獲得所壓分值，答錯倒扣相應分數。每人有2次求助機會，包括求助現場親友團、電話求助，求助1次扣100分。識少少扮代表，非常之榮幸，企喺兩大巨星嘅中間。你好啊，阿晶晶。啊，你好。嚟噶啦噃。几大就几大，笑埋就笑埋。我啊，300分。劲。情景题喺以下句子入边，对于粤语词汇《六国大封相》呢句嘢，以下边种环境系使用得最恰当嘅咧？嗯。A. 成晚横风横雨，好似六国大封相咁。B.再喺度咦哦，信唔信我六国大封相你啊嗱 ？C 三姑六婆全部嚟齐，简直好似六国大封相咁啦。D 上堂体育课就好似六国大封相咁流晒大汗。C 哇咁笃定咩？六国大封相咩意思？你话我听。好尴尬系嘛？好尴尬咩？
唔係咩？點解六國大封相會好尷尬？我睇嗰啲字眼好似係嗰個意思啩。但其他我覺得都有啲怪怪地。哦，係啊，唔係啊，嗰句 B 我覺得好啱啊。C C， 人家 C 你又 C， 我上一回選的就是 C。哦，對的啦。你不問一下你親愛的，殺殺你佢選的就是 C。做咩次次人哋揀咩你都阻住人哋揀嘅啫？你又系唔俾人哋揀？我就系想激你出手啫嘛！你知得睇住你哋喺度咦我我咦我咁样系嘛？你再嚟咧，我就整到六个大风上去弹下。最好上大嗰啲，好似你哋啱啱好似好明显俾晒贴士你啦。B 系咯 ，B 啊嘛，系啦，嗱真系 B 噶啦。你揀 B 定揀 C 啊？佢而家 B 啦，有 B 啊，系啊，算啦，都系凭我自己嗰个拣过啦 ，C 啦，有 C， 唔系啊嘛 ，C 吓，睇下啱唔啱 C， 恭喜晒，青青加上300分，来听听两位老师的解答，为什么是 C？其實六國大封相咧，即係應該就屬於喺種戲行裏頭一個叫做排場戲嚟嘅。因為咧通常啲戲行嘅排場戲咧就係展示一下我哋有幾多老官啊，幾多啲文武生啊，全部一次過出場，即係等於叫做全部亮相。咁因為以前咧做粵劇咧有啲叫春班啊或者落鄉班，咁我去到嗰度咧點一次過展示曬我哋有啲咩明星喺度咧，就整一場六國大封相啦。哦，就一個咁嘅，即係一個戲嚟嘅其實係。係係一個叫排場戲，佢冇乜特殊嘅例子，其實就係講咧，就是戰國時期啊，鬼谷子、蘇秦去到呢個六國遊說大家嘅一件咁嘅事，但係其實就冇乜太大嘅內容，只不過就我哋 show call 嘅。哦，咁呢句話而家嘅意思咧，就係比如好混亂嘅狀況，好混亂，同埋咧好大件事，即係好巴巴閉閉，好很大陣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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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排場。係啦。哦。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阮瓊丹啊、吳霞啊呢啲嚟齊咧，就六國大封相噶嘛。但相對嚟講，呢個詞咧係輕輕有少少扁扁。係啦，都唔係地嘅，唔係讚美嘅。你知你講緊咩㗎啦？我頭先以為讚咗你。你唔好扁我啊，成機喺度。係對唔住，對唔住。我同你講成晚橫風橫雨，係對唔住啊，各位三姑。好，嗱，即係回答正確，加上300分，你看你。恭喜。還加300。不怕，還有機會。好。选 D， 让你没运气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对手都是害你的。同我强势。哇，你两父子够胆在我面前又打同汤。佢话烧埋啲饼干，边个？烧我边个？烧鹅饼干。烧第三日系公荔枝嘅，荔枝嘅。好荔枝。好荔枝。荔枝。荔枝。